在统计假设检定中，贝泽假设是假设检定中提出的命题之一。一般来说，假设检定的目标是证明在给定条件下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贝泽假设的可靠性，而不是检验中的排他命题、原假设。由于它是根据文献综述和先前的研究构建的，因此通常与研究假设一致。然而，研究假设可能与原假设一致。在统计学中，贝泽假设通常称为号或 H1。制定假设是为了在统计假设检定中进行比较。在统计假设检定中，贝泽假设是假设检定中提出的命题之一。一般来说，假设检定的目标是证明在给定条件下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贝泽假设的可靠性，而不是检验中的排他命题、原假设。由于它是根据文献综述和先前的研究构建的，因此通常与研究假设一致。然而，研究假设可能与原假设一致。在统计学中，贝泽假设通常称为号或 H1。制定假设是为了在统计假设检定中进行比较。